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喝这样久的咖啡，从来没有喝过这样难喝的，给我带去泡过。啊，继续继续。喂喂喂，你做梦、哦、？Sorry Sorry， 你妈身上这样大，连咖啡的味道啊？啊，那个手啊，脚这样子，看着死人样啊！你今年几岁了？你跟我讲。28。28，连咖啡的味道，哪公司这样高的薪水，做这样的 sales， 公司早就想炒你了啊！现在是你啊，是你给我机会炒你了，你给我走，走，看破。请问点什么？卤肉饭打包。卤肉饭打包，买给你朋友。那总共5.9哦。等一下。你可以快一点嘛，我要赶时间呢。走啦。下班到时。准备走掉吗？啊，那几块钱还是萝卜啦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，感谢呢。哎呦，快点啦，我打一啦。Sorry。等一下。请吃的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beep. 喂 ，Bia， 你有没有在家？我现在过来找你啊！我打包你最喜欢吃的卤肉饭呢。嗯，等我啊。别过来吃哦，我买了你的卤肉饭了，别。
你拿着那棍做什么？你要用来敲人吗？是吗？你是哑巴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你是谁啊？到底在这边做什么？是因为谁打爆你头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是没有那个岛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杀你，太偏了你了。我还没想要杀你，反而我还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爸，饭吃了，所以刚刚你的有人吃了，你是他谁哦？是他的哥哥？不是他哥哥，都不像。难道你是他的男朋友？诶，也不对。这样后面那个是谁哦？把我们老板洗的黑钱洗得干干净净，他错是错在他知道太多，所以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这样那个女的呢？那个女的反正我都杀了那个男的，就顺便杀了那个女的。诶，这样你也知道太多东西了，是不是也应该死了？妈的，你现在连我都想杀死了。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开后车厢。喂，你还没有死哦，看来等下去洗车了哦。What's wrong with you? Huh? What's wrong with you? Why can't you just hit and run? What's wrong with you?Yeah!